盖拢甲批三分钟啊。我拢是七点半哈、啊，准时上课，因为咱这是全球转播的一个频道。每一摆伫上课哈、啊，上少拢50万人起来看。我前昨上课了，马上就作者迄个 email 讲吼，秘书长你今日讲得很好，执政马上宣布取缔黑道。真正呢，足侪人马上就迄个简讯就传来，咱国去办，我甲到各位复习台湾的历史，台湾历史是要用感情的，还是要用法律？我跟你讲哦，用感情的哦，咱输中国人，咱绝对不是中国人，这伫初级班甲恁讲过。你那边以中国人吼，伊因人较济，咱人足少的。啊，你嘛知影吼，因所谓的，哇，中国人诶所谓聪明，和西洋人所谓聪明，无共款。中国人聪明，什么叫聪明？中国人聪明是什么？哪一个什么头脑很好？用小聪明，这是我们要举例啦。中国人的聪明就是啥？靠人给你骗的叫聪明，不是？给你骗。例如，因中国人讲，中国人上头脑上好的，什么人？像《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一共，诸葛亮谈到上好，想到诸葛亮谈到上好，也空城计。伊明明迄个城都无人，伊伫遐咧弹琴，啊敌人看到，唔敢入去。啊，你讲伊谈到上好诶？但是西洋人诶聪明，什么叫聪明？像爱迪生发明物件，迄种诶聪明。所以你看会出来吼，中国人诶聪明就是。什么人靠搞骗？啊，叫做聪明。台湾这块土地啊，你个想看卖啊？您所读过历史，包括我，为以前读小学开始所读的这个台湾这块土地历史，什么人讲会清楚？讲台湾历史，敢讲会清楚？咱上课你有看到？清朝的时阵，台湾的地图才剩一半。迄法国人画啊，迄半表示讲无形的这边的高沙族统治的这个所在，无算伫领土的内底。所以台湾自古以来唔是中国的一部分，你可以从这里可以证明得出来。所以每一届中国来你讲台湾的时阵啊，美国拢说啊，你提出证据出来，啊，无你去国际法庭告看卖啊。是怎樣中国不敢去国际法庭来控告美国，是控告什么人說？讲台湾是伊的，因为伊若去国际法庭，伊绝对输的。希拉蕊，伊即马要出来选总统，两年前伊伫海南岛，伊讲甲中国讲，台湾的问题要解决的时阵用国际法。奥巴马讲用国际法啊，什么是国际法？啊，那台湾的推过啊，推下面呢有一个叫做洪启昌啊，讲哦，台湾呢未使法律台独，台湾都要用中华民国决议文。你看到贵呢？中华民国决议文，什么叫中华民国决议文？中华民国决议文就是台湾，就是民进党的党章的第一条。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名叫做中华民国。咱已经跟你讲几啊摆啊，台湾不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也不是台湾，你这两个不能放在一起呀、啊。咱呢，维基网站啊，维基的这个百科全书，他们讲啊，那是中国人开的啦。但维基的英语的网站，伊嘛讲一句话，伊讲。中华民国不是台湾，台湾不是国家。你如果能够把这件事情跳开，你就很清楚的。所以台湾这块土地的历史
上台先给人看到这块土地历史，就是1894年甲午战争，甲午战争清朝战书，日本天皇建业，所以签一个合约叫做马关条约，日本人叫做下关条约。1895年4月17号，4月17号这刚签迄个合约，长就是4月17号了。1895年签，都还好120年前呢，两个，不是世纪啦，应该是两个甲子啦，两个甲子的前4月17签这个契约，5月7日马关条约生效，6月7日。大清派李鸿章的后生叫做李经芳，和华山之际第一任的台湾总督，在家人的外海横滨湾顶馆办高挂。什么叫高挂？咱厝内袂好人爱高挂无？哎呀，好过好啊！给你点高，就是叫做高挂。点高的时阵，台湾这块岛边啊30个岛，拢总包含伫内底。日本天皇提到这个台湾的时阵，伊嘛有向全世界发布，我们已经签好了马关条约。全世界拢个承认吗？所以这个条约你要去掉无可能啊。但是咱读的课本内底啊，偏偏有一个叫做蒋介石，蒋介石啊，伊讲伊细汉的时候就足爱国的。伊伫1941年12月初到。向日本宣战，啊！你要取消不平等条约。来，我问你，不平等条约会当取消不？我以前的观念，哦，好伟大！有一个伟人将不平等条约取消，好伟大！不平等条约可不可以取消？你想看，你搞用你头脑去想，可不可以？战争以后的所签的条约，拢是不平等条约啦。战书的绝对安那爱赔钱、爱赔土地，迄种叫做不平等条约啦。所以战书战争结束所签的条约，绝对没有平等。啊，你若讲不爱签，会使了无？可以继续搁战，战到你的这个国家灭亡，很简单啊。所以所谓的蒋介石废除不平等条约，这是甲人骗的。绝对无可能，伫国际上无可能，除非，这个条约原来签的时阵有讲，这个条约可以废除。例如《台北条约》，1952年4月28日，中华民国流亡政府伫台湾和日本签一个《台北条约》，内底有一条讲啥？伊讲，如果双方对这个土地，对这个合约不满意。1年前通知就可以把这个不平等条，这个台北合约啊废除。所以日本和中国建交，1972年建交的时候，一经几年，伊就给你宣布讲台北合约无效。啊，台北合约内容是讲啥？伊讲日本将台湾人视同，视就是讲视成目睭看，视同中华民国的人。啊，不平等条约已经无去啊！你不平等条约，台北合约无去啊！所以日本就不会再把台湾人视同中国人。啊，像这个代志无人去讲啊！啊，什么时阵讲？咱2月28日抗拒美国，咱就敢讲。你无论为对一个方向来看，台湾人拢唔是中国人。所以1895年签了以后，6月2号，台湾高挂，正式交予日本天皇。一个字，不是交予日本政府，是交予日本天皇。国光一拜，这就是主权和管辖权不同的地方。主权，日本天皇有4粒岛，迄当阵啊，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含这个琉球，伊有主权。主权的意思是啥？对这些土地，他说了算。伊若战争，还是讲安那，伊要卖掉，放伊的代志。但是政府有管辖权，天皇交予政府去管，那叫做政府叫做管辖权。台湾
向日本政府来管。日本有主，日本天皇有主权，但日本政府会当管台湾。啊，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天皇建书《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二条，伊讲 Japan renounces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to Formosa。对日本政府放弃台湾的管辖权，不是放弃主权。我再给你看一摆，《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二条。你应该看，虽然你英语字，虽然你无真清楚啦，但你有头脑会当小想呢。日本若真正放弃主权，这个合约要怎写 ？Japan renounces sovereignty 就好啊，直接就解决了。谁人都要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表示说讲这个 sovereignty 主权的下骹有足济物件，但是才放弃三项尔。所以我问你咧，日本有放弃台湾无？无啊！你看这个就知影。所以 right title and claim to Formosa 这三个东西代表啥？代表管辖权。政府放弃管辖权，世界的条约里面也有 All rights 加 S Titles and claims 也有呢。我有把它找出来，那个条约里面，在我们的新台湾论坛里有那个意思，跟这个意思都不一样。为这个里面，你给我看1947年2月26号意大利和平条约的23条，来你看看吗？2月10号的第23条，你看，意大利 renounces all right and title to Formosa， 哎，就迄个啊，做索马利亚，索马利亚，意大利放弃两项尔，日本来放弃三项，这种在一定有原因嘛。因为什么叫 claim 主张？主张是啥？主权，对主权国家才有放弃主张的权利的。所以呢，你就知道，索马利亚必然是意大利的殖民地，但是台湾已经不是日本的殖民地。原因在对，在1945年4月1号，日本天皇宣布明治宪法在台湾实施。给台湾人参政权和参战权。过去没人说这些东西，我们台湾民众过去都上这些东西，但是最近你看全世界日本天皇的权力已经开始逐渐的一项一项提出来，和我们台湾民众有说过都一模一样。所以奥巴马去日本说以后，日本的一些学者开始会来咱台湾民政府上课，就是讲你台湾民政府哪会使？所以我会当甲各位讲，那咱台湾民政府的国际法，尤其是战争法，我们是独步全球，含欧洲一挂小国家来拜托讲，你能替我的国家来写字无？啊，真可惜，刚台湾都袂赴啊，因为台湾人哦，好骗歹教，你承认无？你有承认无？你有承认无？承认的举手，你是吼足老实的，就是承认嘛，唔通讲，好骗歹教，麻烦了呢。啊，但实际上就是安尼呢。课本，侬干那要看课本啊？课本啊，你奇怪，我感觉含我的孙啊，台大诶，迄个外交，迄个华丽系嘛呢？怎么读个三年嘛？你讲奇怪，阿伯你讲的对还唔对？那甲课本拢无共款。我哦，我恁阿伯讲的吼，你去问你的教授，因为教授甲问讲奇怪，啊，你这资料为着来？伊讲有一本册叫《新台湾论》，你有无？伊甲迄教授讲啊，无你去买，啊，我甲你买一本给你。我讲你不要小看《新台湾论》呐，《新台湾论》哦，我甲你讲哦，后摆所有的国家有真侪国家人，拢一定会翻译做因的国家诶，教这个战争话，含中华民国的。啊，这三军大学都打电话给我，哎，林先生，你当来阮好兼课无？我要创啥？教战争法。我讲你是读个歹哦，我是要消灭中华民国。
你叫你家己教战争法，伊讲，因为即摆中国开始咧教战争法啦。啊，我甲你讲，中国教的战争法，我相信80%、90%拢是假抄的，因为伊冇出一本册，迄本册我看甲我的内容拢差不多啦。但是伊中国都无多，伊中国也无咧版权的控制啊。但是也无要紧啦，为了台湾，我甘愿好抄啦。迄武汉大学吼。南京军区的司令员哈，伊迄个武汉大学做一个标准，找89个啊，做大学的教授哈，共同写这个战争法。我甲看迄本册，但有寄一本花啦，伊算有良心啦吼，抄抄来了寄一本给你。我甲看看，几乎90%都一样，但是伊敢那欠一项无写，台湾的部分伊歪写。伊若写落去，但是呢，因个高层已经知影，台湾绝对无可能等于中国，对不对啊？啊，对嘛，拍一下手。恁拢无哩，恁拢恁哦，恁啊，恁拢无哩赞成我讲个话呢吼？敢有？哦，好听哦。诶，我讲话无好听。中国他们讲已经知影，所以中国伊即马改变即对台湾的策略，拢用啥？用通奸。对你要求好，对洪锡昌啊，这种的民进党的这个是新潮流哦，变节。伊来中国，伊去中国做生意，可以赚足侪钱的，薪水嘛，佫可以无来换一个新的。你唔知听有无？我讲那些人足可恶，我甲讲，一个做较大的民进党，一个做较小的，去中国拢换无较侪嘞，还较少年呐。啊，赚足侪钱啊，无啊是呢。当然嘛，出来跟你讲，民进党不要讲华丽台独，啊，不必讲啥。敢若有法律台独会当，让台湾脱离中国啊，敢毋是？所以呢，2月28，咱来看过，因即马拢紧张啊啦，我无跟你骗啦。遐，那国民党也好，民进党拢做紧张啊啦。虽然表面上无爱讲啦，迄一天吼，咱两个知书啊，一个高雄的知书，蔡才元台南的知书，蔡朝鹏。去拄到啥？洪锡昌啊！伫高铁顶拄到，啊，咪洪锡昌，我讲唔着苏家全啊。苏家全甲伊讲吼，哇，恁台湾民进党足厉害呢！伊讲啥啦？因为恁台湾民进党遮论述吼，是拢为着抄出来，看到鬼也别抄，啥物人别对抄，全台湾也无这种的册也别对抄，拢咱家己写的。咱含美国即卖国防部来甲咱讨。啊！美国落尾啊，咱写下来了，美国提供很多的机密档案给咱。所以有的人在讲，是安怎你秘书长会当写这个啊，做这尼啊一个文章？事实上，我是有档案的。但迄档案，何里你嘛不多写？我跟你讲，迄档案，差不多我一个人的官，两个人的官的档案，拢总英语拢原文的呢。敢那一个法院的。高等法院、最高法院的判官吼，我甲你讲，予你迄个判官一半吼，你就听好读一学期啊啦。好，刚才我为初中、高中所受的教育，英语的迄个也做文化的教育啊，非常好。我足感念我的迄个英语的初中的老师，我读台中啦，台北的台中，迄第一志愿。以前我那个时阵小学毕业爱考试，我一年作文题目就是啥？假如教室像电影院一样，我唔知恁知唔知？不过我咧讲，你就知我几岁啊？我一年考初中的时阵，我数学100分呢。啊，我考高中、建中，我嘛数学嘛100分呢。啊，你拢点点的哦。啊，你们是不是在嫉妒？我真正只考100分呢，两个考拢考着，考大学都无考100分啦，考大学就很难了。不过呢，我跟你讲，我讲一个秘密给您听，我唔捌直接你讲啊。我考大学的时阵吼，我的化学15分，你简直不会相信，我也不相信，建中遐老师嘛不相信，那这两科15分。啊、好佳哉，我考15分去高一，啊那无吼，我已经台大嘛，对不对？我一班吼22个台大的医科呢，我一年啊，
啊，我会记得我吼，迄阵甲写一张批给迄个，迄阵有一个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叫做陶百川，哦，台表村。我讲哦，我下回证明啊，老师的证明啊，拢摕去。大家嘛证明讲，我无可能考十外分，绝对你联招会哦有问题啦。哦，啊，伊相信阮校遐老师啊，甲联招会讲，甲考卷甲我封起来，请专人带到我监察院来，啊，叫我往那去，拍开考卷拍开，我的嘴就塌掉的，是安怎？因为阮迄年的化学考33题，一题3分，最后一题4分，按照100分。我唔知是安怎呢？迄是天注定，我相信。我敢那第一题、甲第五题，第一题到第五题答对，第六题以后每一题我拢漏一个题，你听无？第六题填第七，第七填第八。迄奇怪，我有检查呢，我真正有检查，我无你骗。啊，我嘛检查2-3次呢，我想安尼无问题啦。嘿，所以我感觉这命运呢。在那个时候，考试的时候，上天给我的眼睛模糊，第六题看第七题，第七题看第八题，这样15分了。啊，15分可以考考到高一，算很厉害的。啊，你也要拍手啊，干什么？啊，如果没有，你喜欢陈凯模，台大的那个，那个国泰医院的副当，好不好？真好啦！伊讲哦，好佳哉，你若无啦，你无调台大医科，俺若无，我会给你点。因为过去的外科陈凯模是非常严格哦。甲柯文哲因差不多，差不多若要算起来，甲我伊较慢啦。但是我那种台湾的医生，起码妥，外科找无人，妇产科找无人，小儿科找无人，是安怎？伊外孙啊，嘛是，我有几啊个，我有几个孙啊啦，拢是读医科，即马拢是做医生。一个北医的即马伫奇美做精神科的 VS， 主治大夫。啊，我讲你因老爸是外科啦，吼、哦，因老爸是外迄、那个做台大的外科。我讲。我头要甲徛落，我讲你是安尼，你拣迄个精神科。啊，恁老爸迄个病院吼，迄外科的迄个设备拢歹滴啊！吼，伊安怎甲我讲呢？因阿舅啊，你唔知啊？吼，阮迄班的前3名拢是精神神科呢。嘿，我这就真怪啊！是安怎？我即马才知影。台湾的社会啊，第一一干干拢咧告医生呢。尤其虎山哥都会顾得明明白白，小花若接生若小花无好势吼，你都爱陪医生，都爱陪呢。啊，当然啦，反正的立场是讲吼，啊，阮某你敢伊敢安尼，你免陪嘛。所以我昨有看一个判例，就是有一个迄个也做妇人吼，生一个囡仔无手，两双手拢无。伊首先伫迄个病院，伊讲照了 X 光，迄个 CD 啊，照12次，啊，医生都无发现。伊若讲无两支手的时阵吼，伊讲我会当慢好些嘛，啊，就告医生，一定判有罪，啊，一定爱赔。这边我甲看判无罪，啊，免赔，因为法院的意思就讲。只有 CD 无一定讲，你看会出来，讲两只手无看，无迄两只手看袂出来。所以他们讲，来在这方面我的感觉我较支持法院所讲的。所以我迄个孙阿甲我讲呢，伊讲阿姑，做外科、做妇产科、做这个外、迄个内科的时阵吼，没有急诊，3天半暝唔免起来。唔免防告，所以我当甲各位讲，过再5年、10年以后啊，台湾的开刀啊，拢爱找菲律宾的医生啊啦，啊无去找荷兰的医生啊啦，你要相信无？啊，甲迄当阵的台湾一塌糊涂啦，无采台湾的读医院的医生遮尔啊济，
啊，即卖做健保实施落去，医生，我甲恁讲，恁唔知要相信嘛？医生看一个病十块，恁信？恁要相信嘛？十块呢？十块钱？你偌偌看？哎，有人一天看一百个，啊，那十块一百个偌济？一千。所以即卖医生是夭寿歹，啊，医生拢是台湾读高中的 top 的人人员去考的呢。所以我讲，这个国家已经害啊！中华民国这个制度，也让咱的台湾的医疗水准很低啊。药啊是乌白赚，你甲看哦，这几年迄药啊杀价，健保局本来一百块的，健保讲太贵了，杀价杀一半，五十块，药厂改改叫，但是照常供应。过几等年，健保局又讲五十块太贵啦，还要再杀价，杀偌济？一半啊，二五块。过抬，趁即摆剩五块，一百块会当抬就剩五块，啊，伊嘛伫接受。你讲药啊，是毋是乌白赚？啊，病宜愈起是愈大惊，病宜愈大惊所赚的钱是拢啥物钱？药啊钱。医生是无多赚钱，我看恁拢不一定知啦。所以这是中华民国体制下非常非常不合理的一些事情。所以你们能想讲，做医生大经便宜，用药啊钱赚了去啊？医生足可怜的，拢做白工。啊，你无做无赚嘛，无啊多呢。啊，所以医生即摆赚什么呢？住院的钱，门诊十块尔。啊，即摆有诶有甲提高，有提十五块啊，二十块门诊啊，拢靠啥？靠大医。大医有食药啊，啊，即摆药啊，医生会当赚即个药啊钱，所以伊就乌白甲你开药啊。反正你食未死倒啊。啊，你若老啊要开，我嘛互你。一间来开一个月，阿拉嘛提起伫中国，所以啊，这个医疗的资源的浪费，所以像那台湾民政府讲，我甲你宣布，台湾民政府来接款的时阵啊，根本拢免钱，我来敢讲免钱，因为我们会把那些浪费阻止下来。中国人不是台湾人，所以你看病爱钱，真正台湾人看病拢免钱。不管你开刀，什么还拢免钱，啊唔遐对，啊你免钱有法度无？有，绝对有法度。遐个老乌啊，迄个漏洞甲动起来，大病院摕足侪钱个部分甲动起来，应该鼓励私人个病院开较侪间咧。好，因为吼有个医生吼足牛个，咱听吼有个阿生，迄个医生吼读册。我平平安的同学，有的确实我足牛的，以外的同学大部分即摆拢请做院长啊。啊，遐人真正念书很好，啊，看病很好，啊，开刀速度嘛足紧的。你爱互遐人会当赚较济钱啊？啊，有的是他们讲较笨蛋，开一个都皮皮脱，而且实在呢，皮皮脱。开得不好啊，赚较侪钱诶，应该红毯嘛，干不是？啊，你个扣税就好嘛。所以以后台湾民政府会做往两个方向，一个就是精致农业，另外一个就是啥？就是医疗国。我的看法，去足侪病院，拢设备足好诶，吸引外国人来台湾看病。让他的专机直接降落在医院，马上去断他。我们台湾人看病都不用钱，开刀也不用钱，我们一定有办法，因为健保浪费的太多太多，都给那些药啊，都给那些高干吃了了。我说这个我负责人，我看得很清楚，我自己本身是高一医学校毕业的，我的同学太多了，所以台湾人真的都不知道，
咱要过一个所在，会有很多钱。对，咱买军费，一年几啊千亿。中华民国你买军费，台湾人你拿钱，你拿不着啊！你拿不着呢，你唔通想讲你拿不着呢？啊，咱台湾人敢爱拿钱去买军费？唔免啊，旧金山和平条二十三条讲，美国是台湾的军，那个主要的占领权国啊。我去让你占领，我唔免买军费啊，我买军费要创啥？但咱去买军费，因为台湾关系法是针对是中华民国啊，唔是针对咱台湾人啊。啊，台湾关系法嘛很奸诈，美国人真正足奸诈。我只讲讲，超严啊，我都去接电话啊，美国会抗议啊，啥讲伊奸诈？你美国人卖那个武器给那个中华民国，他用那个英语字写什么 ？Make available， 什么 ？Make available 是什么意思？就是讲，我美国开菜单，你中华民国自己鸟。伊讲我无叫你买啊，是你自己鸟买的啊。啊，你若鸟的那个武器呢，较现代，美国讲这个不行。啊，那美国鸟那个旧的英国可以。所以阿帕奇三十只买600亿，看到贵啊！有影一只20亿，买来无几工都无一个月，一礼拜尔就一只就落来啊，20亿。阿帕奇即马好，迄个查某的迄个白目啊，去拍那个照片，伊只安怎讲？美国只坦白讲讲吼，阿帕奇不要紧啦，可以翕啦，啊！你签的时阵讲不可以拍照，啊！即马讲可以翕，伊只坦白讲讲，伊的迄个仪表板呢的结构啊，和美国的阿帕奇的结构不一样。啊！看你台湾，啊，莫讲台是中华民国是偌尼啊大的冤大头嘞。啊！迄一只够20亿，无啊？我看2000块都有剩啊啦。迄个玩具飞机嘛，你捌算过玩具飞机嘛？嘛差不多安尼迄个计数尔。所有的主要的零件都爆了了，20亿。哦，实在想到这些足硬的呢。咱的钱敢那是刷哪卡啦？所以你讲咱台湾无钱，有足侪钱，但是咱台湾人足戆的。台湾人安那，死做硬做强做，啊做几波，要创啥？缴税金。台湾人足怕病，你敢知啊？您在座的。我看嘛，拢同款，你嘛拢足怕命，敢毋是？哪会当趁钱的？叫你卖食饭，你卖无？卖下手？你卖，我卖啊！有当趁钱，我嘛卖啊！会当趁钱，你若说计程车司机啦，中昼时饭叫咧，菜拢来啊，坐落去，人客讲：“阮将，我要走迄个所在，要走迄转200块，你要走一个无？”你认为伊要走啊？那边你举手，东边啊，那边我那边啊。阮将对你个头讲，头家啊，我随转来哈，这家唔通甲收哈。伊去走，爱怎转来？你唔相信？你去美国试看卖啊？时间到，我嘛捌伫美国试过啊。时间到12点，叫计程车，伊不爱插你，用 sorry， 我要吃饭，你半个小时以后再来。两种民族的两种完全不一样的个性啊！台湾人，你安尼做甲要死，我甲问我，你做甲要死是要创啥？趁钱啊！啊，你趁钱要创啥？饲某囝啊！我讲你饲某囝是另外一回事，上个重要，你戆戆要交税金呐？啊，不是，咱不应该交，不应该交的税金，咱拢口口交。我即马房屋税3.6%。什么叫3.6%？100万的厝，一年要交36000的房屋税。啊，1000万36万。啊，那1亿360万。哇，还上盖好，我也真欢喜。迄住豪宅，即马卡卡莫一收，一间拢10几亿，一年要交3600万的房屋税。所以即马豪宅开始拢在讲。但是问题是讲，因阿有遐侪钱，因阿我都买一间厝，拢10几亿，为什么？徛几年咧？咱人伫困上侪嘛是顶眠床咧啊！因阿我都买一间厝10几亿的钱，
不一定是歪歌啦，我跟你讲，原因伫对，中华民国政策都是完全为着中国人设想。我你敢想看？你目睭客气敢想讲，即个台湾人唔是伫咱台湾较好过，赚较侪钱的，拢啥物款的人？你报纸看会到嘛？郭台铭，中国人，西安人嘛。台积电，张忠谋，几乎你算会出来，拢总是中国人。你拢听拢中国人啊？家己想你台湾人无半个，你不会很觉得？恁生活伫这个所在，恁未感觉讲不平等吗？你们不会感觉吗？啊，过来，较好做诶！哦，你科技不能讲科技爱技术啊，较好做诶，啥物物件？演艺圈，现在演艺圈大部分的演员拢是中国人，你个注意个看，对一个唔是啦。所有的电视媒体的新闻的头家拢是中国人。我做环球电视台的总经理，我做的时候我有发现，几乎有线电视台。含遐电台，拢是中国人。啊，你台湾人要做会使，互你做啥？互你做小功率的电台，你太无啦。啊，电视台吼，因逐间联合起来，广告费，我甲你讲哦，有线电视台迄 cable， 我甲你收钱无？差不多600块到800块，对不对？已经几年无甲你去啊？不止十年，超过十年无甲你去，因那遐好遐好康，不爱甲你去，唔是不爱甲你去，迄是老老渣渣。这个十年内底、十五年内底、二十年内底啊，因的介绍一开始就是已经灌足侪水里内底啊。我知影，因有走水呢，所以有人讲台湾民政府执政以后对媒体安怎处理，这我不爱讲啦，因为这都是转播。我会当甲各位保证，台湾民主一执政，遐电视的头家若无走了，灭谁在你？一二十年无起价，毋是无原因的啦。遐演员拢是中国人，台湾人拢啊，拢演啥？啥胖胖啦，啊，啥物啥物啊，做啥？几乎那迄个足歹的吼，啊讲台语吼，伊就该挑人家咧丑化，互你安尼无水准呐。有当迄个台语的连续剧，我看袂落，我真正看袂台语的，真正看袂落。伊就挑人找一寡小学毕业，你家己写剧本。台湾人吼，那生了较水的吼，拢甲你封杀。敢那一个行，伊封杀袂掉。我的小妹叫做林志玲。嘿，不是啦，因为我林志升爱林志玲，同款，不是迄个啊，我是黑白讲，我是听你个警惕啊。差了时间，哎，伊即摆嘛40几岁，嘛差不多就要结束啊。啊，所以喏，什么大 S、小 S， 拢总是中国人，较缘投拢总中国人，奇怪，台湾拢无中国，你无迄缘投的嘛？你看我这下咧嘛，缘投的嘛足贵啊，呢，看不是？所以我跟你讲啊，这是政策上的偏差啦，有意将你台湾人打在头壳，互你家己感觉讲你无水准。过去咱讲台语，伊讲讲那个是没有水准。其实台语语言这个语言很有文化水准的，虽然是无文字啦，无迄个文字哈，台语写袂出来，无文字，但是台语。很美，以前的一挂古册，你若用台语读，真真正能表现出它的意涵。我今日要讲这个，因为我有浪费一挂时间呐。我是要予咱各位知，你是读高级班，你高级班读的时阵读煞，你的头脑爱很清楚。有真侪代志，无一定是我秘书长讲的，你拢相信。
应该有真济代志，我讲的你记起来，你敢去思考，我讲的是对还是不对？安尼的时阵，你的头脑才会当开开。美国要求咱训练四天的，我当甲各位讲，咱即马已经有3600多，有登记过五关的，大概剩200-300个尔。所以恁还过会赴咧，你要过五关啊，还来得及。即马最近一刚刚大家咧问讲啊，当时要过五关，你卖急，一定会通知你。啊，过五关以后，我甲看啊，即马甲即马还过700个人啊，未经职务，我唔知伊咧等啥。你愈慢进吼，迄位拢满的。咱即马是议员的位，中央是中央参众议员是一个位置嘛，差不多啊，只剩2-3个、3-4个位置而已。啊，所以恁即马高级班刷了着法理典章，就是你决定讲你要做官，你千万唔通紧张安尼。我问讲你要做官嘛？咱两个人夹手，啊，你来遮就无意思去啊。这辛苦啊，爱配台湾老百姓做代志，台湾人足可怜的，唔是我干那嘴讲，因为台湾人吼已经可怜到做奴隶做遮久吼，已经袂记得家己是奴隶。咱拢总是奴隶，你知唔知？无应该交的税金，咱去戆戆的缴，咱无应该做兵的，咱戆戆去做兵，啊，佫唔敢反抗，啊，反抗去用怕死，228，白色恐怖。所以想到这样，尤其是台湾的国际地位啊，当我完成的时候，我无甲过一片，就是电脑面头前啊，目屎练了一点点久。迄当阵是李定伟叫我去研究，没有错。但是研究后，我甲李定伟讲，李定伟甲我安那讲呢？你绝对不爱相信。杨林生，较慢才发表啦，较慢的啦，较慢的啦。我阿是安怎？我估计伊有不得已的苦衷，伊一定有代志去哦，国民党落掉的。伊惊伊讲，那讲落去，国民党会找他算账。啊，落尾我是感觉讲啊，无管啊，2006年10月24日，我都甲告落，伊唔知影。告了后，人美国足济人听消息，甲伊讲。Radio 已经在美国提过了，啊，干嘛呀？啊，叫人来找我，叫我去问。啊，我有去报告，我有，我告啊，我无经过你的同意，但是我就告啊。啊，你的钱呢？我讲你本来是讲要花钱，啊，高宽面嘛，讲要花钱嘛，无样无一只。后尾啊，迄个钱为着来，为美国的大桥加出来，出卡50万美金，加1,500,000-1,600,000。迄当阵大部分拢靠美国的大桥，啊，为着要过，我可以高雄选举呢，你敢知？哎，参市长2000块，但你有人知也是足奇怪，因为迄当阵国民党全面封杀，我选几波，无人知我选高雄市长。那你即马去甲编记录，你会看到，我伫迄当阵伫电视顶管所讲的论述，甲今日我所讲的论述一模一样。今天来拍手，表示讲这个法律是绝对正确的，我都当遮久还阁袂改变，安尼听有无？所以恁来遮上课是应当的，啊嘛是正常的，表示你的头脑很正常，而且很可爱。明仔再阁继续。